号一轮的跨年运动会，也就是我们第二届的折返跑大赛，有请我们火族和水族的运动员上场，掌声欢迎。有请两组，我们火族的运动员也有易烊千玺、李易峰，我们水族有李易峰、井柏然、杨洋和我们的陈伟霆。我们依然要请我们的两队呢把四棒说清楚，然后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一组的支持者可以在今天晚上拿到我们最后一轮的大奖。第二棒，第二棒，第二棒，井柏然，对，易烊千玺，易烊千玺，啊，好，好，准备，请各位到我们的这边起跑区加油，稍微活动活动，压压腿，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压压腿，活动活动，李，加油，加油，水族加油。折返跑呢，其实除了速度之外，控制也很重要啊。易烊千玺出发了，他真是一阵风啊！哇，追不上，速度非常快。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2015跨越2016的八仙，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哎，我们火队又赢了吗？啊，火队又赢了。对了，你好有用，乐了。注定2016是大家最火的一年。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呢，其实刚才我们的八仙在台上这个奋力奔跑的样子啊，让我们想起来在过去的出现在个舞台上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希望2016年大家每天都能特别努力，然后离自己的梦更进一步。和现在在我们国家体育馆里的所有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五、四、三、二、一，新年快乐！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最浪漫的事，就是在新的一年和最爱的人一起开启美好的未来。今天来跨年的有很多鲜肉和型男吧，不知道你最中意哪一款啊？为什么要问秦昊？就讲一讲今天晚上其实真的是众星云集，中意哪一款？有你喜欢的明星吗？我刚才有看到易烊千玺，我不太好意思跟他打招呼，我就、哎、我们俩就默默地退下了。那你跟他是一国的、啊、你们两个都最爱易烊千玺、啊、你是你的、啊、你要跟我抢吗？我可是采访过他很多次了，因为易烊千玺有唱过我们的歌，然后呢，我本来想说可以有一些交流，但是我实在是不太好意思，人也太多了、嗯、希望以后可以有来有往交流。哎，我跟你讲、嗯、想要见到千玺宝宝就在这个媒体群房间等着就好，因为他一会儿也会来。好嘞，我就潜伏在底下一起来拍一张照。好，来，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来请拍照。哇，粉丝啊，感觉给媒体们10分钟都拍不够。好的，来，好的，谢谢各位。嗯，好的，来，我们要问一下，今天 TFBOYS 现在演出完之后，2016年马上就要来了，有什么新的愿望？千玺宝宝呢？就是我很小很小上台的时候喜欢抠裤子。抠裤子，就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不要有小动作就对了，就是希望不要紧张就好了吧。嗯，让我们的三小只来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粉丝们送上新年的祝福。哎，千玺宝宝，祝媒体朋友还有粉丝朋友们工作都一切顺利，然后身体健康。好，新年快乐，谢谢，拜拜，拜拜，晚安，谢谢，